個光就一閃閃中咗我，跟住然後成個鏡片甩咗出嚟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員唐浩然，差不多12年級已經要戴眼鏡，鏡片就很厚同埋好重，咁隻眼咧就會縮細咗嘅。我有試過唔戴 con 去 casting 嘅，直情唔知對唔到焦咯，直情望唔到對面嗰個人究竟佢係而家咩反應啊，或者個鏡頭喺邊，我要望邊個位啊，直情係望唔到咯，佢入咗個幻覺世界咁。咁而家我唔使戴 con 又唔使戴眼鏡嘅時候，整個感覺好自然啦，同埋好舒服。新的 smile 微笑表示，其實我想做很久的，很快同埋令到我冇咁緊張。醫生叫我望住嗰個點20-30秒咁樣，佢就話：你已經做咗個 laser 啦。我記得做完手術2-3日嘅時候，就開始好似戴咗 con 咁啊，自己都 feel 到自己好似好清楚咁。一戴眼鏡嘅時候或者戴 con 咧，其實有啲人就好辛苦，咁所以我覺得好值得做，快啲做 smile 啦！